诊心脏时，顺序为二尖瓣听诊区、肺动脉瓣听诊区、主动脉瓣听诊区、主动脉瓣第二听诊区、三尖瓣区。注意频率、节律、吸音、杂音、摩擦音等。背部，请受检者坐起，充分暴露背部，观察胸廓、脊柱、外形及呼吸运动。检查胸壁有无压痛，检查有无胸膜摩擦感，检查双侧触觉与颤，叩诊肺尖宽度。检查者站在病人背后，自斜方肌前缘中点开始，逐渐向外，声音由轻变浊处做一标记，再由中间向内叩诊至浊音处做一标记，测量两点间的距离，即为肺尖宽度。叩诊双侧后胸部，顺序手法同前胸，肩胛肩区板指和脊柱平行，肩胛下角线下，板指与肋肩平行。叩诊双侧腋中线肺下界，叩诊双侧肺下界，叩诊双侧肺下界移动度。在平静呼吸时，沿肩胛下角线进行叩诊，叩出肺下界标记。主受检者深吸气后屏住呼吸，测定标记。再主受检者深呼气后屏住呼吸，自上而下叩诊，再标记之，测量肺下界移动度，双侧对比。